谢，他答对了。佩佩老师在一分钟告诉同学，当时候呢，老师在出这个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阿伟佩佩老师答错了。为什么会答错呢？因为啊，我去找了一个老太婆的照片。只要是人，没有阿肯，这样子不知道。哦，所以这位同学很好，他长的是大便。哦，来，谢谢阿肯，所以他答对了。所以今天老师再次告诉各位，只要是人都没有丑的，这样子不知道，人都是平等的。希望呢，我们的这个同学们，哦，这次这个演讲喜不喜欢？喜欢的，我也爱你。